这首歌有一段会有吹口哨，但是因为现场一定有很多朋友还没有听过这首歌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会用啦啦啦来代替。对，但是当然会吹口哨的要吹哦。已经逃不了了。对，就是都可以，两种让你选择。对，在后方那个排队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唱哦。好，你们这样排队很辛苦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唱歌，对，唱一唱，然后搞不好就哎，就轮到我。对，嗨，稍微回头一下。好，然后哎，那你要教大家怎么唱，还是我们直接唱啊？好，反正等一下就跟着我一起唱就好了。好。Thank you.